要事请托。啊，易姑娘，谢谢你愿意过来一趟。这因为道恒师父嘱托我，若行此事，定万分小心，所以才在上头特别注明。总之，还请易姑娘陪我走一趟。咦，易姑娘怎么猜着的？正因如此，我已向王大娘提过此事，她到只要事后整理，就我一两个时辰也无妨。啊，为何易姑娘会知道？有这么明显吗？其实，在段师傅父亲回阁之后，我们稍有互动，虽无法轻易理解他这些年经历多少风雨，但既然回阁，我希望能替他略微分担那份重量，并非仅是弟子，而是作为子女的身份。算是，虽说想要替他分担，但若我作为武者，我功力还远远不足。正因如此，才想从其他地方下手，于是便想起料理这图。不过，实不相瞒，我对吃食似乎没有要求。过这些料理，便是我亲自尝过，也并无特别的感想。但前些日子，道王师傅似乎是去祠堂，找有没有夜宵，却吃到我做的点心。或听闻师傅在百草庐上对不起，便言道有弟子在饭菜中下毒。待我去百草庐道歉时，校师也却鼓励我说：“人有失足，马有乱蹄，初次尝试总有失误，只要勤加练习，定会有所起色。”那我莫要因此灰心丧志，故之后我便尽我所能钻研一番，终于在前日让道恒师傅说出美味两字。他应该是怕再吃到段恒我做的料理吧？啊，抱歉，我有些激动了。是吧？感觉就像初试新武学一般，对吧？虽平日总见了大娘下厨，但亲自尝试之后，才知其中醍醐味。在既有菜色中尝试加入新的佐料，就算是尝试新招式时，自懵懂到后来乐在其中，直至发掘出新路，幽冥中挖掘出一缕光芒。啊，抱歉，我又开始自说自话起来，这毛病总是改不了。嗯，觉得这样我都很好，一姑娘。莫非是在拿我打趣？开玩笑而已，易姑娘莫要当真。只是之前被易姑娘逗了几回，只是便容我反将一军吧。总之，能请易姑娘帮我尝尝看这个药里的味道吗？只见段和尔走进火房，接着意气风发地举起双翅。首先，先将肉切片，接着将辣椒切成筒状，新香料切碎，点心则用豆沙和入些许糖和盐，接着包入面皮之中，最后加入从百草庐带来的养生补气的草药。易姑娘，这边大功告成了。哇哦！段和尔端出的料理闻起来味道独特，包子散发出了甜甜活血散气味，混着豆沙的甜腻气息；肉饼上蒸汽散着呛辣的烟熏味，与药草混合在一起的独特滋味。易姑娘，怎么了吗？易姑娘，若觉得食物无法下口，不必勉强自己，我会继续增进自己的药理技艺，只要持续努力，定可以。要全部吃下吗？感觉有点不太礼貌。易姑娘，雾通草无用，呛辣的辛香料、豆沙甜腻如浪浪潮袭来，活血散与药草相交融合，五脏庙仿佛受到重击。该不会我能力值下降吧？点心咸甜中带点苦涩，恍若春叫彻骨全之寒，笑笑冰窖之难。东叫罗广泽之尾，
此时点心咸甜中带点苦涩，这如同过往阁中缩影凝聚入凝聚入一口点心之中。叶姑娘，叶姑娘，你慢慢吃，再喝茶水，你可别噎着了。叶姑娘，当我师父啊？为何突然？我明白了，既然这么说的话，等会我再准备一份给当很师父的。不过叶姑娘方才那般模样，着实吓着我了。吃下点心后，便突然动也不动，神色好像游离，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情。结果你下秒便睁开眼睛，接着开始狼吞虎咽。不过看你吃成这样，我有些信心了。叶姑娘，谢谢你替我试吃。既然有叶姑娘在，事不宜迟，我赶紧趁手为生前将给父亲那份也一同准备好。叶姑娘，能此也请你在此陪我吗？叶姑娘，这下便大功告成，只是说的也是，都已经走到这步，怎么在最后临阵退缩？叶姑娘，占用你这么多时间真是抱歉，那请再陪我走一趟吧。哦，就段师傅还真的来了，天哪，这个眼神，吃这种点心，爹，若不合你心意，并不必。无错。只见段师傅将药里一模一样样有条不絮地吃下，其间不发一语。吃完后，段师傅似乎往这里看了一眼，便径自离去。段师傅更加欣赏你的。这难免不改正，全部吃完了。抱歉，我刚有些愣住了。那个叶姑娘，我想确认一件事，父亲刚刚说的不错，是吗？是吗？父亲他的确这么说了。叶姑娘，谢谢你。若非叶姑娘替我试吃，又在最后鼓励我，我可能无法将药理交给父亲。虽然对于其他人而言，可能仅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，但我还是非常喜欢。都是多亏一姑娘的帮助，真是非常感谢。对了，不如趁此机会，我再去多做点心，赠与周妹妹他们吧。哈哈，这什么反应？我把你的食材还有剩下，做一点点心赠与同门，应该是足够的。一姑娘，若不嫌弃，要不要和我一起来，做菜意外点让人上瘾呢？入了贼船呐、啊！好，下下任务开始。哦，来了来了，小子们都准备好和老子一块行侠仗义就能为难了吗？哪家的匪贼敢染屡烈我胜草良民，瞧我上官家烈火神枪，不把他就地正法一枪捅穿了。我准备好了，霍师傅，我可不容许自己继续一事无成了。让那些失踪的他们平安无事。啊啊，好好好，个个都干劲满满呢、啊。李铁林，你呢？功夫可练好了？老子我啊，可迫不及要瞧一瞧你怎么带领这些好同门呢、啊。没错，我是在做的段落。好女娃，就这个气魄。外面会大把大把的恶人等着你打。哎，倒是那个叫什么花村的村子。哎，霍坦，潮州梅岭村。啊，对对对，就是那。关老爷子手下的戏子啊，和长本约了在那会合，这细节嘛。我来不打吧，霍坦。哦哦，楚老大既然这么说，接下来我便成蝶般。官班主所调查的情报转达于各位。楚大哥，关老爷子这事恐怕也缓上一缓的。窃田屋，道理一再传令商登场。
传商登阳，奉马寨主之令，有急信欲求寨主、楚阁主。三兄弟，请说。是，多日之前，古烧斋探子回报，朝廷兵马与正道诸派突然集结于关中一带，来的兵马虽是不多，可看着兵甲精良，四肢全是精锐。马寨主担心对方欲对我窃听无不利，即派小人快马加鞭，日夜兼程，赶来侠影阁空堡。小人一路以信鸽与寨中保持联系，半途得知朝廷却是联合了诸派，欲将我窃听欲举剿灭。如今朝廷与正派被我等捉于几处商要关口，然而仅仅也是主的意思，待关口被破，锁阳商谷烧寨，中南商血泉寨，势将首当其冲。早，一直不会念那个字，早字。跳蚤，跳蚤，蚤子！我说怎么突然开打？朝廷等你们这些窃听无这许多年，怎么会在这时候出手？这下可好，陈小子不是一块坐在坐困寨中吗？还是老子亲手派去的。他妈的！陈兄，令狐无主，令狐无主可是在寨中坐镇备战。实不相瞒，此刻无主并不在寨中，除了求寨主外，就与寨主各自坐镇寨中，加强防备。无主孤身外出追查那些被带走奴隶的去向，也有一段时间没有传回消息了。哼，此刻来窃听无存亡之求，望楚阁主不忘无主厚意，出手相还相援，与我等并肩作战，共推强敌。阁主，此事须得思量周全的。窃听无有难，我等自然不可袖手旁观，然而共来与朝廷正道为敌，杀官戮兵，意思不妥。侠影阁与窃天巫之联系，朝廷一直未能有握有实据，若是没有足以令人信服的缘由，此刻与其同系研制并肩作战，侠影阁可能被打成与匪同流的罪名，遭朝廷一并声讨。不错，这楚阁主是要背弃咱们窃天巫吗？喂，楚老大，咱们不是这么办的吧？楚大哥，窃听我长久以来曾以恩义，你都不愿与朝廷作对，咱们草莽匪贼的心里也是明白的，只是我这阁中师傅肯定做不得了。小眼哥竟然有难处，孝双便在此与楚大哥拜别。孝双，不必冲动，援救窃听我楚某只是义不容辞，只是如新平所言，面对朝廷与正派联军，下一个该如何对处，须得思量周全。楚大哥，你也是真的坏心，当夜便早些答应嘛，瞧我都说出什么话了。上兄弟，你可知朝廷联合了哪几个正派？是，据寨中传信所言，朝廷似乎以锦衣卫为首，号令了五派进行围剿。你说锦衣卫？是，响应的正道五派是北燕卫、苍茫城两大四将，还有盛延宗、真武道、昆仑门三派人马。老爹出兵了，苍茫城也派了人。乖乖的不得了，朝廷手下两大四将、三大派都到齐，还是锦衣卫领的头。这忙咱们要是不帮，令狐老弟的寨子可就像当年老子在老子的风雨寨一般，给那帮正派给挑了。若与窃听巫并肩作战，和朝廷正派做那无所谓的杀戮拼杀，只是武断宿敌，徒增伤亡。孝双，上兄弟，你们且传信告诉诸位寨主，让他们避寨不出，莫与对方厮杀。我等挑选弟子后，与两位在方阳湖畔会合，尽快赶往窃听巫，聚众调停，阻止双方争斗。下一个与回燕峰之役出力甚大，有我等出面，朝廷与正派不会视若无睹。何况那场大战，窃听巫本也不是全无贡献，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。依三兄弟的情报，届时咱们兵分二路，一路往锁阳山，一路往中南山，劝下各路人马。我明白了，多谢楚大哥。楚阁主高义，窃听巫莫敢厚望。
你可不会以为单单把那件事昭告朝廷和正派，就能化干戈为玉帛吧？穆兄当年将他托付于我，就是为了防止冲突发生。不论他们是否愿意罢手，我们都必须有所行动。哼，那臭乞丐没消没息又养三年了吧？这回可不知游手好闲，云我到何处去了。一直以来，朝廷对窃听户的抱持放任态度，但在努力管慢这事浮现之后，明显有了动作。乔后在朝中呼风唤雨，那都是以管慢努力幕后主使，这次围剿行动或许是他的主导。圣上近年来逐渐疏远我等正道武林，想来也是他从中作梗。别太天真了，但炎黄这妖女入宫建军，不就是他的意思吗？这些年来朝廷对武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过是正道平乱有功，不想再激起民怨罢了。你以为他对咱们有多少好感？他关心的只有如何巩固他的大好江山。我曾随师父进见过圣上，他对正道武林的敬意却是真心。即便正如你所言，十七年前一战后，天下百姓无不心向正道，圣上想得民心，不会公然做出罔顾恩义之事。哼，都是你一厢情愿。这道锁这回能否绑着他，谁也不知道。就算绑不住，我们也不该坐视窃听屋和正派双方相残，两败俱伤。天宁儿，事出突然，只是下轿，希望你们能随为师和几位师父驰援窃听屋。情况可能超过我们此刻的预想，尽可能制止两方争斗，救助伤患。为师会另外让靖师傅带领我们几位师弟妹前往协助。哦，甚好甚好，王老爷子瞧见靖丫头那面具肯定会心下乐啊，说不准你快点去唱戏的。嗯，据我所知，你师傅也还没定下一年的弟子考核的考教内容。哎，误会误会，然后这本拿到玉球酒楼给赵三娘做跑堂的小二。霍坦，那算是考教吗？你不是一向最重实际，怎么学学道痕来的？上回那光顾三娘和他老子说最近缺人啊。天宁儿，你是想说窃听屋收朝廷功法是罪有应得吗？哎呀，我选错了，他们也不一定恶贯满盈，只等你袖手旁观。窃听屋啊，你老爹说杀官夺财是确实做的不少，虽然杀的确实都是业绩棒棒的看官，但是目无法纪，确实是无从分辨。都说有因必有果，那他们自己承担这次的功法是否是挺有道理的？去年要是令狐兄弟保证你们的行侠之路便走到头来了。如今恩人有难，就叫袖手旁观，老子可不是这么教你的吧？还好烧狐狸赶得报信，若是给他听到你这番话，还不易甩手毒晕了你，那你躺上三天三夜。哼，不必急于骂人，浪费雕心。女娲儿也没说错什么，平日积累的这些因果业报，最终都给自己承担。令狐精手下这帮精明果道之辈，若是没有能力应对官府，便该早早把寨子给收了。说到底，他们是不是背着下一个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恶事，我们也无从得知。与其耗费人手与不明事理的朝廷正派周旋，不如把精力集中在追查那些奴隶的去向，说不准这事也和那淹没有关。你们可不是忘了那姓何的小子吧？可前天我的前辈明明救了许多人，我们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们被剿灭吗？不管前天我是否有罪有应得，我是不可能放陈兄在那自生自灭的。段师兄，此一事彼一事，淹没潜伏在汉，窃天屋之危只在明。此刻萧影阁若是弃窃天屋不顾，如何对得起窃天屋中人？天宁儿，我能明白你的旨意。去年东教你也见识过了窃天屋的行事作风，他们有着自己心中的一套准则，据此济弱扶倾，养善惩恶，归根
归根结底，星侠祭祀之心与正当并无恶意。或许你能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所疑虑，认为他们并非全是该救之人，但对雍儿而言，他们仍是他的家人。善恶有难辨之时，然而人命始终贵轻。试着放下成见，亲临现场，去看看这些人们真实的处境，或许你会有所改观。此行我们会遇到也不仅仅只有窃天屋中人，还有那些被卷入这无谓争斗的正派子弟。在这些人之中，是否也有该救的人？经过这一年多的历练，你也应该能得出你的答案。新品，劳烦你通知道痕，备妥一些治伤丹药，请随行弟子携带，届时方便施救。我们不在阁中这段期间，大小事务必由他定夺。也通知静集合弟子做准备，往查州与官帮主会合，具体位置他也明白。此外，再召集几名二年、三年弟子一同随行，此行非同小可，让大伙做好准备。一个时辰后，咱们在潘阳湖畔和孝双三兄弟会合。是。小烈，你不必管我，不和你们一道。眼下比起搅混那贼寨和朝廷的浑水，我还有更有要紧的事要做。哼，你也该明白吧。无论是道人啊，可管不住手，事情只会越搅越做。就别让我阻了你救济天下的千秋大业吧。可惜啊，可惜啊，要是三族和楚老大一块联手，还怕镇不住那些脑袋不清楚的名门正派。不，他说的没错，这事或许他不该跟来。窃天屋这边就由我负责吧，有你们同行已是足够。天尼尔，你们赶紧准备，你们随为师新平和霍坦一道往中南山炫泉寨，先确保雍儿无事，咱们再转锁阳山古早寨劝下各派。那种鞋，这木门看起来千斤重，卡的是严严实实，没半点缝隙，没有个势力点，怕是多少力都掰不开。这个盗墓贼果然是满肚子奸计，故意骗得童子大人和张道人杀进寨内，便截断了断门木，让咱们两股部首首尾不接。魏总奇，下马也没一点用处，夏侯指挥使有令。和咱们亲自之内拿下炫泉寨，进不去也得进。北燕卫的、真武道的都给我四处传转。炫泉寨算是机关之主，这古墓铸造肯定有开门的机关。四处传转，我这刘百户机关长什么样，咱们如何能知？咱们碰的那不是开门机关，是个飞剑机关、毒气机关，那该如何？那该如何？叶道爷便像这些躺在地上的师兄师弟一般，死生有命。为国捐躯啊！你要不是张师兄还被困在里头，总奇，这帮蛮的摸象乱枪打鸟确实危险，咱们真的要……怎么了，魏总奇？老子不和你计较军衔，可认可通知大人，临行之时也说过了吧？倘若他因过失联，北燕卫就听咱们锦衣卫指挥。你是一时糊涂记不清了，还是想公然抗命啊？通知大人有令，大伙都听刘百户的。是。哼，这帮盗墓贼以为这样就拖住老子嘛？但老子杀心再重，定要将他们千刀万剐。此间杀戮无异于事，奉劝诸位手下留人。什么人？侠影阁，楚阁主，白眉楚天碧啊！侠影阁那边那个白头毛要关我手下留人，莫非你们是想救这帮盗墓贼？
出谋来迟，为的是化解朝廷与窃天窝双方的误会，止戈休兵，避免更多无谓伤亡。老子不知你夏隐阁是何来头，凭着商言洋语便想将老子收兵，是雄心豹子胆了。我刚刚按太快，按到对话了。北燕卫真武都听你，这帮草莽武夫与窃天窝恶匪勾串，妄图袭击官军，一律就地格场。老子大名刘安邦，今日便要替圣上安邦定国，免得这群胆大妄为、祸乱我朝的武林中人。新平、霍坦，诸位下手分寸。哎，楚老大，我就说没这么容易的嘛。不过有下达，老子也没得行就是的。其实敬酒不是吃罚酒，就别怪我们让诸位尝点苦头。天尼尔，我们守住门户，提防机关兵进袭。这些人交给维斯和两位师傅对处。凌晨静心，专心御敌。喂，那胸口刺的狼刺雕的，不就是师傅师徒灭掉那个风影在贼头吗？狼狈雕心祸坛。哦，来了，炫拳在，是不是牛鼻子啊？那这下老子不能做个痛快啊！哼，侠影哥，这帮恶匪贼头混在一块，果真是自甘堕落，蛇鼠一窝。咱们今日就替师傅施出尽未成之业，将这贼头下一个一并除了。嗯，你们是？哦，这不是魏总旗吗？这么说来，这位领兵的是兄长喽。简氏大人，大人为何在此？说了话长了，魏总旗。总而言之，楚国主和我说的，这批贼子不该灭。不过，就算我说这么多，你们也不会退下的吧？不错，末将。军令无散，不容退缩。很好，这才是我北疆雄师北燕卫的气魄，就让我来打服你们吧。末将领教检视枪术。原来同志大人部下的魏总旗，兵是唐运前来领教。这个魏总旗，小旗上官燕今日救人要紧，得罪了。你们是李总旗手下那两个路人侠影阁的，竟想搅一阵浑水，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。听我号令，以矫正。是。还想抵抗？当这是一帮胆大妄为的江湖草莽，那你们见识见识我朝最新机关兵的厉害。师兄，机关兵是那姓刘的在控制。不错，只要能先制住他。抓。呼呼，好，那主角补刀。哎，还补不死！我靠，楚阁主啊，一万滴血！直接走到最前面干掉他。打不到，可怜啊！为什么打不到？我先走这里，打右边那一只。哇吼吼吼！哇吼吼吼！帅帅帅帅！太吵啦！有师傅在的战斗只是轻松。我觉得棍法很好用，棍法真的不错用，棍法有范围技，而且可以抓人家把人家抓过来打。
愧是楚阁主，还可以反击，哈哈哈！什么？楚天兵一柄长剑如银河流泻，回旋连舞，轻巧击开两具机关兵至左右攻来的壁刃。见他脚步轻轻一点，不过瞬息便切进柳暗邦，手中那柄万古圣青用迅雷指电直指其胸。你这白头马，别给老子太嚣张了！柳暗邦中手中斧斧一抖，一具刚被挤开的机关兵双臂一震，手中骨管对准了楚天壁的后心。你击开来放兵刃，远远瞧见了此幕，转瞬间将一枚袖剑扣于支掌。武器流转于凌云之掌，但见袖剑甩手而出，疾如风雷，霎时贯穿机关兵臂膀，破碎成片。怎么可能？楚天壁剑指刘安邦胸口，未曾回头，目光一瞬，手腕依旧沉稳，剑尖就是微微颤抖。刘安邦突感一股无形气劲贯胸而入，只觉全身虚脱无力，便及双眼上方不省人事。至于长头者的机关兵各自瘫倒在地，隐隐约见到楚天壁回身向你投来赞许的目光。楚阁主更加欣赏你了。谢谢阁主欣赏。阁主好强啊，阁主。我靠，阁主都会反击耶。帅哦！有师傅在，什么都搞定。哦，有护两次，楚阁主，哦，哇塞，太猛了吧！哪像主角这么废？哇，死去！直接抓过来。想一下哦。这个距离倒不到。这补血的靠北，好，这是上行，太棒了，接招。殷侯苗那牛鼻子号称剑法天下第一，老子败在他手下无话可说。可你们这帮小辈使的什么三脚猫剑术啊？啊，那牛鼻子教徒的功夫这么差的吗？住口！你这贼头，敢打陆籍无私！话说，木门是血泉寨放下来的吗？里头还有多少朝廷和正派的人吗？哼，是又如何？这帮盗墓贼就算这么做，也救不了他们。故多事。
应该是锦衣卫和咱们名门正派的弟兄，便会脱光这帮盗墓贼。昭彰天理，天理放这些狗屁！霍坦，干嘛？听这什么昭彰天理的屁话？你以为这小子还肯把什么有用的情报供出来吗？不如给我踢上一脚，让老子心情舒爽些。哎，师兄，听那北燕卫军师说，率领他们是兰儿，只怕他失明大意，给薛玄在留下些余地。现在里头多少人，咱们不清楚，如何进入寨中也是个问题。随着传话，那寨主们必在自首，却没想到到了薛玄在，成了咱们入寨救人一个难题。我曾听令狐兄说过，薛玄在这木门一旦放下，只可从内部机关开启，只能走他们从里面开门吗？可若是里头也像木外这般，关在里面的锦衣卫和正派还不做到那些地步，他们需要有人活着替他们开门。但人数不会多，多拖一刻，雍儿和邱太祖他们仍是危险。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吗？阁主，难道我们没有其他入寨救人的办法吗？就算宣水寨的人没死光，若是还认为外头是被包围的状态，肯定也不会打开木门。虽然这么说很不好听，但如果没有其他进寨子的方法，咱们继续耗在这，只浪费时间。只能放弃了吗？师兄，岂可轻言放弃？这木门进不去，早晚还不能挖了穿这附近的土，自己找条路出来吗？此处还有一个密道能通往寨内，但只有宣水寨的人清楚。令狐兄也只是听邱寨主提过起，又能找到开启密道的机关。报。灵儿，锁阳上的状况如何？圣元冲昆仑门苍茫城的人马出现在山脚，此外又有锦衣卫的部队，领头的是圣元武境中的静穆，还有昆仑门的千手五号。苍茫城领头是四女子，但她头戴纱笠，未能瞧见她容貌。女子，锦衣卫寨主初时仅阁主进言闭门不出，但锦衣卫将官在外抓来被俘的探子，不仅出言羞辱，还动了那弟兄，因此处决。驰援的原寨主马寨主坐不住，带人杀了出去。三寨、道里两寨已在三道和正派接战。林狐姐和梁寨主知道拦不住他们，便徒儿前来报信，请阁主速往首阳山支援。这下子可麻烦了。霍坦，屋外并无其他商人机关，你和徒儿便留在此地调查，看看能否找到入寨的密道。首阳山状况不明，恐是凶险，由我和新兵前往。劝下各派后，再回到此地与各位会合。我留下找密道？这祖老大，你也是脑子不好使啊！要的不是你脑子，是你膀子。徒儿们心比你细，你要是找不到密道，就交给他们吧。本来这款下轿负责人也是你，由于看过他们，也是合理的。哦，好像很有道理啊！好，没问题，就交给我霍坦大侠吧。如果说你找到密道，你们便听霍师傅指挥，尽快救出雍儿和其他人。天宁儿，这些伤要你带着，若是见到伤患，可以做些紧急处置。这里就拜托你们了。好了，我们要听他的话。灵儿，请你带路吧。首阳山后有条捷径，可以避开上道混战。不，我们从正面上山。从那儿阻儿阻止最快，和我们指明山道所在所在之后，也便从后山入寨吧。明白。如果选第二个，会跟他一起去吗？应该不会吧。好啦，到时去看看去。比起那些坟头啦、树洞啦，老子猜啊，密道肯定在那。咱们不是在这等阁主回来比较好呢？师兄，你说什么话？快帮找找这哪块土地比较松软，怎么好挖条地道？怎么总是要挖地道啊？ OK，
我拿枪术。哦，这女娲我翻到什么了吗？啊，被认为的神威烈阳枪。这黄子浩，你赶紧说着，才会有唐老三赵三娘那样一时没大脚印。唐老便拿身上一本枪谱抵酒，事后观察你问起，咱们才发现那枪谱是北印为放弃咱们格里的神威烈阳枪。咱们想回去向赵三娘讨，他又卖了五人，只盼给你捡了回来。格里的弟子要学这枪法，皇上不必天天去烦唐老了。哎，该说不意外吗？师妹，枪法尽管难去，不料就得爹爹的允许送到格内的。不错不错，咱们女娲果然大度，就该多照顾照顾你师妹。不止照顾着师妹，连师父你唐老都顾上了。哎呦，对对对，我就给咱唐老跟你记上一谈。哎，这才像话嘛，有酒喝，怎么让无事发生呢？原来是兄长啊！啊，怎么会？身上的令是他接的，可不是我。伪金的令呢，是阁主给的，而且不是什么欺君误国之事。只要让他撤手，撒手别打，我可是全力以赴的。咱们北印我也算是半生处在庙堂，半生又处在江湖。面对这打下劫色的御林匪贼，也是处在一个尴尬的立场。一旦朝廷有令，上回称兄道弟，一块铲奸除恶的同道，下回可能变成兵戎相向的仇敌。不过放心吧，武林僧多在十七年前助朝廷平定无声教之乱，身上对外还是颇为礼遇的。身上甚至还曾和老弟说过，与交火草莽合作，才能在他天庭未及之处正宫里明天道。如果真像楚阁主所说的，朝廷也欠着窃天乌什么的大人情，这场围剿应该是能够平和落幕。哦，女娲怎么样？有没有找到什么古怪啊？老子当年的风云寨见到白雪皑皑在长白山上，风雪被足以驻地，哪用着什么机关？不过最后还是给那牛鼻子攻破了，就是阴空庙那贼道，竟暗中买通我寨中弟兄。哎，多年前的糗事不提也罢。女娲慢慢找，如果半天没个线索，老子便想试试俺的天狼脚，能不能一脚踹破这木石。叶姑娘，抱歉，只是这几个月来一直有人陷入险境，而我们一直使不上力，让我有些不知如何是好。如果又因为我为了人尽力，让那些人遭遇到什么悲惨下场，我可没有法再原谅自己。我刚才在酒坛附近搜了许久，找到这个，有铜铸成一根细杆，像是一支线香，上端刻了"砍"字，而且你摸摸这细杆的末端，小时候常跟衣服凋谢锁匙卡榫，就和这纹路一模一样。这肯定是用开启某种机关的，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类似的东西，我们再继续找找。整兄在等着我们。哦，这边有东西可以捡，我们先跟所有人对话哦。一姐姐，我没事，是这里显性味让我不太舒服。一姐姐看过地上的尸体吗？说的也是，不愧是一姐姐，为赶紧振作才是。小时候我总以为，若不是怀着深仇大恨，人怎么会想取人性命呢？但实际在江湖闯荡之后，才发觉单单一时的立场不同，就足以让人生死相搏。这就是我们作为侠者应该尽可能阻止的事，对吧？平息纷争，救死扶伤。我会尽快振作，我们要尽快救出还在困在寨里的人。牛骨圣人，捡尸啊！
牛头骨。哦，又拿一个。看来是要先看墓碑，对不对？OK， 就要放下我们刚刚要找到四个事物，对不对？可不可以找两个？在其他地方是吧？酒色昏迷脑杀人，失脚轮回去。OK， 这边要看到一个现象，就是我们要多打。多调查之后就可以打到，然后最后一个应该是在那个井底吧。然后这边拿到一个，好，四个了。其他人都在打混摸鱼。可是位置要怎么放？谁知道啊？单呢？朝着捷运站一个一个慢慢下去，怕要一段时间。老子电话也在外头给你们看着，你们下了密道小心前进，提防埋伏。啊，总算轮到我了，师兄，赶紧跟上。师妹，我瞧我是先下井吧。下头伸手不见五指，你若是又横冲直撞，我才想说呢，师兄，此刻正是北燕卫该冲锋陷阵的时候，怎么又拿给厉天鼎的其他同门？唉，那是因为师妹够谨慎啊。我就怕你先下去，二话不说，直接摸黑冲锋，有人在暗埋伏，在暗处伤了你该怎么办？这回是有一师妹打头阵，你若下去也是一股鸟冲，不是伤了同门又怎么办？我才不会。总之我还是我先下去，你之后再跟下来，明白了吗？不明白，这我可不让，真的如此窝囊。上官老子，上官小子啊，老二子前两年看你一副毕恭毕敬、唯唯诺诺的样子，还以为腼腆当当。现在看起来，上官家把你做小旗，还真是有点眼光啊。唐女娃，难得你旗长要冲一回，何不乖乖听令？好吧。我就先带你下去吧，师兄。哎，都站了四个人了，应该够牢靠吧？小
霍师傅。什么人？你是锦衣卫的夏侯指挥使？哦，夏应格，你们果然还是来了。忤逆犯上，阻挠剿匪，你们可将圣上对武林龙、武林的龙浪当作理所当然了吧？皇帝老恩正要找窃天物这帮义薄云天的豪侠，怕不是眼睛给什么糊了。霍师傅，你的伤？放心，小小弹丸可杀不死老子。天雷追命小魔幻是吧？哼，你的大名老子也听说过啊。你当年不在和武神伯木建功、上官枪榜一块在环城护驾，杀退懒得那帮魔头吗？那个为国为民与江湖豪侠共抗妖邪的锦衣卫指挥使，现在到哪去了？哼，一个背着几百条无辜人命的风云寨贼头，有资格来和我谈什么为国为民？哎呀，说的真对，老子确实没什么资格，所以咱们不如废话少说，就一个字，打。说得好，霍师傅，咱们来助你。指挥使，是在下无礼，锦衣卫这回可真是做错了。你两块下进去，这阴拳交给老子。宋冉从命，这仗必是肯定避不过，倒不如全力以战，给易师妹几人争取些时间。哎，不愧是北京卫的小鬼。好，咱们就全力一战，打他妈的！痴心妄想，再怎么挣扎也是无用。拿下！通过警钟，你们来到一处似是寨内居士的所在，在等待霍师傅两位同门的同时，通往密道的暗门却突然在你们面前关上。是又碰到什么机关了吗？霍师傅他们是不是还在密道里呢？刚才一直没听见霍师傅他们的声音，他们没下来吗？你们无路可逃了，匪贼！哇，好多人！皇兄，你伤势怎么样？腿上中阴拳一道，你们先保护其他人，我再不济，也会拉个垫背的，不会让你死的。哦，还想做垂死挣扎，白费功夫。是还债的匪贼，本官听好，锦衣卫奉令剿灭窃天窃天屋乱匪，你们都是乖乖束手就缚，还可押送京师，酌情量刑。可若是执意抵抗，别怪我们杀无赦。你们无辜进犯，杀伤帮再重，我们不会投降。哼，方才眼尾不眨，一刀便抹了我师弟脖子，咱们还留这帮恶匪性命？这个拿兵刃的道霸，后头手无寸铁的平民，无有抵抗手段，按律都先押回去。你们伤了哥哥，我怎么跟你们回去？还回哥命来！咱们窃天屋义薄云天，何罪之有？你们这帮狗官，正事不做，竟跑来滥杀无辜，我呸！看到了吧，这所谓的平民，都是和这帮匪贼亲属同党，根本是一丘之貉。匪贼听好，本官不会再说第二次，再有抵抗，杀无赦。那个灰烬，有没有夏应格的少侠？夏应格来做掌门的吗？你是北燕卫的主。都督检视，哦，那惹我？那就把兵刃放下，我可不想要回京述职的时候，交代有多少官兵伤在我枪下。哼，我等为指挥使，军令是从，恕难从命。陈大哥，还好我们赶上的。陈兄，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。喂，警卫和政务大都放下兵了，窃天屋可不是什么恶匪。叶姑娘，各位。不久，夏应格，你们身为名门正派，却与这帮恶匪同流合污，是何道理？
哼，就是这帮恶匪，那便是助纣为虐，该当一并捉捕问罪。好啊，小影阁自诩正派，却来帮这些劫匪，果真是一帮欺世盗名的伪君子。哼，这帮小鬼都拿下。叶姑娘来了。我方操纵队员全体死亡，制服锦衣卫和正武道。随着锦衣卫小旗被打倒地，打倒在地，一旁的机关兵也停止了动作。碎。这款游戏的确没有太多非黑即白，没错，没错，这款游戏就是这样，就是让各自玩家自己选择，所以才特别喜欢这种游戏。其实玩这种游戏啊，大家各位观众也可以看到实况组的个性。有些实况组只会选另外一种路，另外一种选择，很明显。这个就可以顺便辨认这些实况组的个性是如何，心里是怎么想的。所以才觉得这款游戏真的很有趣。不能花太多战力在这里。水属性，战斗胜利。想不到会败给你们一帮小鬼。走在你们手中，咱们没什么好说，要杀要剐，尽管动手吧。哼，那就给你们杀伤的人命，付出代价，见阎王去吧。慢慢，别杀我们，我就是朝廷下的人，和咱们正武道没关系啊。不行，要插手。女侠为何拦阻？利用，或许利用是死，可杀人也是死，何况这里死的人还少吗？这会连几条人命，就当是死于乱战之中，又何妨？杀了这些狗官贼盗，才能告慰那些死去的弟兄。虽然可以理解你们的心情，不过你们在杀朝廷命官，咱们可就没有劝架的立场了。双方都已经死很多人了，请大哥留下他们性命吧。陈兄，这个在伤人命。这个解一时之恨，化解误会才是正道，你应该也明白的吧？江大哥，留他们一命。陈小弟，你也。江兄，若非女侠相救，咱们的命都要交在这里。这里便听女侠的安排了。我明白了。叶姑娘，多谢相救。来的人只有你们吗？命道并无开启的时限，霍师傅遇上麻烦，果然如此吗？战前寝室也不乐观。我们早先接到古早寨的消息，将大部分家眷撤到太白山白虎寨上，可没想到锦衣卫、北衙卫争不到，率领的一批人马来得极快，趁着咱们许多弟兄后撤家眷未归，杀得咱们措手不及。就在这时，是紧急关闭的木门，仍有不少人杀进了寨内。现在想起来，简直像知道咱们会往封住木门一样，一股脑往寨里冲。所幸寨内是机关遍布，咱们把他们诱进各个木室中，分批隔断，挡住大部分的人。但是北燕卫正武道领头的家伙还是攻进了正殿，再度为争取时间，关上了正殿木门，将他两队人马和自己困于集中周旋。朝廷的人马和寨中弟兄分散寨中各处，各自为战，胜负未知。原来如此，兄长都在正殿之中吗？慢着，你是北燕卫的。上官师姐是自己的人。谢啦，沈师弟。总之这一回，我听的是主阁主的令，你们就放心吧。是吗？既然陈小丽这么说了，能拜托各位随我救人吗？
多谢。镇定木门已闭，开启木门需要人灵间的攻防，叶姑娘应该记得怎么走。我会帮忙的。哇，你真贴心。小鬼根本不该救我们的。而是需要欢在的家眷们。OK。到底要怎么做才是好的呢？怎么做都是不对的，不会有人满意的，一定会有另外一方伤心。另一方开心，另外一方开心。